岁末年终，安乐区公所透过大五轮工业区厂商协进会媒合生产触控面板的创维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爱无限公益送暖活动，捐赠百米十斤以及全年礼券500元，总共650份，总价值超过50多万元，帮助安乐区的弱势家户。区长还有安乐区所有的里长，大家一起配合，愿意提供说你们需要的帮助的人名单。我们公司呢，向来就是我们公司每一年呢，都是会把我们所赚的有盈余的部分，我们就奉献给社会。然后不管是一些外面的基金会啊，还是其他有需要的单位，但尤其是我们自己在安乐区，在大五轮工业区，所以呢，我们每一年呢，也都会在对地方呢来付出一点我们的心力。创维公司的爱心也获得安乐区公所以及安乐区里长们的由衷感谢。市政府这边在办岁末联欢，那除了金额上的补助以外，这次创维公司特别又给了百米十斤，总共650包，另外全年礼券500块的也是650份。那除了350份是要给我们低收入户以外，另外300份是可以提供给区公所，额外提供给边缘户，尤其是很多边缘户其实他没有办法拿到实际上的及时的补助，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区公所能够透过里长发放给真正需要的人。那这一次在此代表区公所再次感谢创维公司能够提供这样子这么好的捐助我的物资，感谢。创维公司是位在安乐区武训街一家专业制造触控面板的公司，生产最高品质触控萤幕，行销全世界。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